鹏哥，我出来了。不过我感觉出来没有什么用啊，兄弟。我出来，我给他发文件。那你给他丢发文件吧，我几个棋子。宝宝卡要吗？宝宝不用卡要，不用卡要。你这血稳的要死，我先给自己来一个，龙哥。关键发兵家得中，龙哥没了，别中别中别别别别，龙哥，跳了龙哥，真的跳了，我先神，不让我逃跑，龙哥，龙哥你现在得重新控制了，兄弟，你先把他盘丝你把催眠给催了，好不好？安排，对吧？宝宝跟盘丝宝宝去，先一把催眠给他催个瓦斯催掉。局很稳，兄弟。哎呀，你这风真的，主播建议你直接三号，真的，主播。主播建议你这边八号闪了，宝宝还跑了，龙哥真的。龙哥怎么办？龙哥现在把指挥权交给你吧，龙哥。我交个小孩吧。你叫龙哥。交个小孩吧。一个龙丹都没有啊，龙哥。你叫我不要带的。我哪知道对面有逆盘死啊，大哥，这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盘没有。真可以。对面无级别大关加逆盘死啊，这啊，兄弟，你高个交啊。砍不动，真的，我这看性还是在的，对不对？1600这属性还是有威力的呀，龙哥。后面还想杀，出个杀枪一劈劈劈我们俩兄弟，龙哥。我再给他丢一个发文件，你有发文件没？断线。丢断线啊线。断线是丢宝宝的，不是丢人的，兄弟。丢哪个宝宝？你丢小孩了。五彩哦。你几个五彩宝宝？你发文件还有几位了？2-3位了。行行行。你别急别急，龙哥。还有局，以后你再封的稳一点，还是有局。他砍我也砍不动，这无级别也砍不动。说句心里话，你看，这也砍不动嘛啊！别摇动，兄弟，下回他要封我了，龙哥，再封进去真没了，再封进去真的没了。我先亲个小孩，龙哥帮我祈祷，再封进去真的没了。有个铃铛吗？没有铃铛。他怎么比你封的还准啊？人家大官了，没用你。他们好像要犯水啊，龙哥。看这样，他们要钻起来呀，龙哥。找不到龙哥，有机会，龙哥。我跟你说啊，下波有机会，能不能赢就看你下波这一把封印的龙哥。你就一把催眠先把盘丝给追了，兄弟，好不好？菊仔，你一把催眠把盘丝给追了，我把盘丝宝宝给下了，你宝宝给我顶，给自己顶顶难，给我顶顶难都可以。吹不中号可以删的，龙哥。吹不中就三号，龙哥。删了吧。呀。没关系，他配速配不了。龙哥，封落魄，先把他封了，龙哥。还有三个药，龙哥。你宝宝有什么攻击技能吗，龙哥？顶难，没技能就顶难，龙哥。我还有十个大金。你打个 PK 是真的舍不得吃药啊，兄弟。龙哥，你怎么又封不中我呀？没有准备我吃药啊，哥。我只有三个药了，我评论区都说我舍不得吃药，你比我还抠吧，龙哥。龙哥听我的，先一把催眠，先把它催了，真的，好吧？先把封落魄，你封落魄，不用给我卡药啊，催催催催，宝宝顶点，不用顶大金，我顶个也可以，反正你药多，吃不完你顶吧顶吧顶吧。不用治疗。那行。治疗也行，龙哥再封不中，三号龙哥，可以，来1300没下掉，你不是给我治疗吗，大哥？都不用了，我都要跳了，兄弟，封大盘官方，封定身，封定身，可以，哥都要跳了，你还不给哥治疗啊？你把给他们，不用加大劲，你就治疗就行了，省点药啊，大哥。别中，哎呦，龙哥，这又没中，难受。可以，龙哥，这药舒服中的药，龙哥。龙哥，你给他来把落魄，龙哥。一点愤怒都没有，我都吐了。落魄一定得中，不中我吐不来了，龙哥。你中了就有希望翻盘，我下回合出来了。他宝宝快死了。进去可以。
哥，你别摇，好吧？你不摇就可以，我摇没关系，好吧？你别摇。封大唐官府吧，封大唐官府吧，封落魄，封落魄。他要起建设，封落魄。我来一把破天破一破，你宝宝给我顶个南药吧。没有什么好赚的，我觉得还是有希望，真的，希望还有。一定得中啊，可以，对，对吧？落魄封盘死，是呀。你自己有没有难啊？还有地盘。那你宝宝给自己顶吧，落魄封盘死。落魄盘死。对。我有单头，但是我想先起个转盘，我先清盘死宝宝。就看你准不准了，再给我封进去就没了，兄弟。青哥，青哥，青哥，可以，别整，可以。宝宝给我顶点来吧，哥。发文甲，发文甲要丢给，先不用丢发文甲，你人也顶难嘛，帮人跟宝宝都帮我顶嘛，我给你，算了，我宝宝亲宝宝，等他们出来，先别急，你先给我宝宝给自己顶个大金，我还有三个大金神鸟啊，兄弟，这边快撤吧，兄弟，没有冲了，三千硬了，宝宝飞不飞，兄弟，可以，我能去。龙哥，你别急，现在比赛到了关键时候了，你人给人顶个药，宝宝给自己顶个大金，好吧？宝宝跟人都给自己顶大金。关键局了。起旗子了，对面也冲出了，这不是我们输就是他们输了。可以，别急，龙哥，稳得住。封对面，还有两个药，还有三个药。封啥？封对面落魄。我宝宝给你卡个卡个大金嘛，对呀，男跟大金都可以，我还有三个大金，你那边还有几个呀？我顶不住啊，他们这个宝宝，他们这个有须弥带出其不意的哥们，哇，下一把你一定要封，下一把一定要封中对面定身，不要对面砍出来，好吧？还要盘丝，要封盘丝，好吧？你这一把要封盘丝，不封盘丝，盘丝要封我们宝宝给自己卡个药，我也给自己卡个药。这种关键局我们都没要了，你现在封不中盘丝，盘丝封中我们比赛就输了，他们已经没有宝宝了。可以 ，nice， 可以 ，nice。鬼魂没关系。有那组引弓的，你认吗？升级。引弓有引弓，地破的。冲！出引弓还是叫是？引弓冲！最后两个要了，冲死了！看一下能不能顺到盘丝啊，大哥，能不能顺到盘丝？哎，你这宝宝顺不出来啊？不是升级来的，引弓来的。引弓跟盘丝，封他定身吗？封催眠，封大唐官府，封催眠。可以，引弓跟盘丝。对，引弓跟盘丝，我先把他保个下。安排，我最后一个大金给你吃了，我不吃了，兄弟。安排。我不敢平砍啊，平砍他出四角弹砍到大贪官府。最后一个大金了，没有药了，你还有药吗？有，我还有六个七个大金。封，哎呦，啊对面啊，可以，你直接把对面宝宝催眠给吹了吧。吹宝宝吗？对。可以，宝宝拍盘丝。我是一点药没有了，哥，兄弟，弹尽粮绝了，兄弟。封中宝宝就赢了，可以 ，nice， 那天可以，下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丢丢，封他，你封，你宝宝帮我顶个药，好吧，你宝宝帮我顶个药，这一关先别出手了，你宝宝先给哥顶个药，哥要死了，可以，期待，引弓跟盘丝，给你顶药了，宝宝，啊，行。打个没了，兄弟，还行，还有局。下出金甲了，别出金甲下了。别急，还稳得住。封对面盘丝，封落魄。
我先得亲亲宝宝了。你还有什么宝宝，农哥？还有这个。我真的没有要农哥，真的。有点冲了，兄弟。农哥，你也换车吧，农哥。虚拟的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农哥，我能做。他的不要分就行，可以。农哥，你又晕进去了，你叫兄弟怎么办啊，大哥？你怎么又晕进去了，农哥？摇了。你怎么又摇起来了，农哥？我的头有点晕。你说我宝宝怎么操控就可以了？点他宝宝去秒。关键时候怎么摇起来了，兄弟？行，可以，可以，摇起，龙哥，滚！给他宝宝取秒，龙哥。你还有没有男？有，我还有一千。我操，猛兄弟！我，你别接，龙哥。你要撬了，龙哥，你这一把我跟你说，你只能去封他盘丝的催眠，我跟你说别无选择了，死了就算了，我宝宝点他一下，你要是死了就算了，真的好吧，现在已经是刀尖舔血了，你人的人顶上是没有用的。他后你就龙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直接出宝宝好吧，你别出宝宝了，你直接催眠他，大声吹吹吹，我宝宝点哪里，你吹他，别中，哎呦，还太中了，真的。再吹盘丝，如果这指挥还可以吗？能打到这个阶段？可以，可以，明白。兄弟们，你们不要在直播间带节奏，觉得炮哥指挥的还可以的，兄弟们可不可以？对面全身无级别，我们七十级潜意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行可以来雪山约战我们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打不过很正常，保不成了，保不成了就没了，兄弟。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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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盘丝，不用叫宝宝，叫宝宝没有用，先吹盘丝，下回给自己顶药。下个瞬间啊！对。兄弟神了，那没了，龙哥，尽力了，龙哥。出个归宿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尽力了，龙哥，真的尽力了，兄弟尽力了。强很强，一定很强。龙哥，我跟你说，比赛中期我们稍微放得稳一点，这一把有了，你信不信？那是。对面全身一百四十五，也不能说全身一百四十五级别。我归宿拉你，你封盘丝，封催眠。哎，我球传怎么拉不了你啊？可以，那你封催眠，别动，哎呦，动了就真没了，兄弟。没武龙丹是真的恶心啊，龙哥。怎么说？你换个算法冲一波吧，龙哥，真的没局了，龙哥，这一把封印封进去，兄弟晕掉了，真的。你看你能不能把他瞬息给换死？没换到瞬息，我的天，兄弟。我们地府见面吧，龙哥。去地府去喝茶了，龙哥。我还想反看一下，你这个虚拟神个七八次还有机会。鬼魂来了，高鬼魂吗？那没了。虚拟神个十几次的话，应该能赢。我跟你说啊，跟对面打，能把对面逼成自然已经可以了。对面也有风系的，对不对？龙哥先别急，好吧，下回再，我这回要拉你，你催眠弹丝，龙哥，不要，我已经按了，那下回吧，别急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啊，六十九级大唐官府都是平砍纪念色流啊，兄弟，龙哥来一把 A 拉 B，P 拉 C， 行不行？可以。我拉你，行。你要看宝宝神不神？不神的话，就拉不下动，龙哥。还没发消息过来呀、啊？时间还没结束呢。
神风战士，有点猛，兄弟。喝啥？地府喝啥？我去个厕所。地府喝啥？又要去买人气了。地府喝啥，兄弟？没人气了，680了。我他妈500，我500多了。